看下去。我是刚刚列车站的2011年4月25号，然后板桥站10:36。我拍摄是22次九龙华东线南回线跟我新左营的。各位，屏东六对300年5.0版的载物标码，天空2019加天运2020，在板桥站关闭车门，准备驶离。今天拍到42的载物标码。现在每天例行公事。12再见喽。12拜拜。等一下。你稍微暂停。但不行，用两个小时候用。那感谢各位次，再见，拜拜。12次在板桥站驶离了。12次在板桥站驶离，感谢各位次，再见。